Everybody 走散，看我后面就是富士山了 ，Fuji Mountain。这个 lake 就是 Kawaguchiko Lake， Fuji Five Lake 中的其中一个 lake。今天是我们在福居会三天两夜，今天是第二天，明天就要去下去 Tokyo。我们的新住宿是在 Shibuya， 所以尽量在这两天走完这五个 lake。就这样了 ，Let's go。从 Kawaguchiko 的 Oishi Park 走完了，现在我们要去他们现在这里的 Living Musical Living Museum， Let's go。大家好，这里就是里面啦，大家看一下。很不错吧，可是进来至少要给1500元哦，是蛮贵的哦。可是如果你买了那个 one day pass 的话，他们会扣我200元给你，所以看你要怎样啊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我们是到了 Shibazakura Festival，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 limited festival， 只开到两三个礼拜，在 Sakura period 开，他们 specialized 的就是地上这些 Sakura， 你看，今天呢，我们是他们开了 Shibazakura 第三天啊，第三天它的那个波森只有38%就已经这样漂亮了。Imagine 100%， 那不是非常非常漂亮吗？记得如果你有来日本东京的话，来记得赶上这个 Shibazakura Festival， 最好是有富波森哦，祝你们好运。
完了全部的东西了，啊，走完了那个 Sakura Festival， 回去有点不舍得，可是天下无不散之宴席。我们下一站就是下去东京了，酒店 ，Let's go。